春生，你有什么嗜好吗？我喜欢看书。怪不得我常常在图书馆看到你，原来不是因为你的宿舍太吵了。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在那儿看2个小时书。你喜欢下棋吗？喜欢，我喜欢下围棋。你呢？你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画画，参观博物馆，而且我对音乐也很感兴趣，常常去听音乐会。我听说你从小就学钢琴，学了几年了？11年了。Listen again. 春生，你有什么嗜好吗？我喜欢看书。怪不得我常常在图书馆看到你，原来不是因为你的宿舍太吵了。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在那儿看2个小时书。你喜欢下棋吗？喜欢，我喜欢下围棋。你呢？你有什么爱好？我喜欢画画，参观博物馆。而且我对音乐也很感兴趣，常常去听音乐会。我听说你从小就学钢琴，学了几年了？11年了。